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吗？一瞬间不知道要玩什么游戏。我本来今天想要玩那个《小小梦魇》那个 DLC，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下来点。Steam 的下来点 ，Steam 的下来点在哪里啊？之前说那恐怖游戏，看一下哦。小鱼三，哎、欸，莱特哎、欸，安安呐、啊，还是我干脆，啊，反正现在也不知道干嘛，干脆把那个抖内的东西用一用好了。赤影月三个月，安安啊，13号星期五。那个没有朋友，没有朋友玩不起来，要朋友吧？没有朋友。哎、欸，阿瑞，安安呐、啊，瑞，吃鸡，吃鸡是什么？吃鸡就是你现在工商的这个游戏，工商的这个游戏，我现在工商很多游戏，哪一个？你说哪一个？哎，游乐福安安啊，开 DVD 当鬼好了 ，DVD 我好久没开了。前两天那个好运。谢谢新干爹订阅，感谢。你现在实况下面那条哦哦，这个这个，你看我的手指会穿过它，然后不会从另外一边出来哦。Magic 哦，对啊，这个就是哎，我要怎么介绍嘞？我想一下，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嘞？哎，小镇安安看来还能斗内。慢慢累积存款，改天定更好了。那你先不要抖内，你先不要抖内，你慢慢存，你慢慢存24.99。今天的衣服好特别，叶子穿粉色系好看。粉色系这一件吗？其实这一件衣服，我大概放了一年多有。这件衣服曾经在某个地方出现过，可是大家都没有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上一个穿它的人，就是，对，然后我就一直没有拿来穿，我都一直没有拿来穿。什么？有洗过啦！我是说上一次穿的时候。然后洗完以后，我就一直放在家里挂着，我就再没有拿出来穿，因为就是上一个穿的人不是我，我一直想说应该我不适合穿，因为我买这件衣服是为了要给他穿的，不是我要穿的。
噔。给他穿的，对对。哎，你们不知道哦，也是因为都时间都过那么久了，就一个男的，我帮他男扮女装，然后他穿这件衣服，可是不是天天儿。眼镜没有哎、欸，在戴着，没有，因为戴着眼镜就戴久了鼻梁会痛。因为我下午去拍片，虽然没有戴着啦，只是因为想轻松点。哦，对 ，TK 没错，就是 TK， 拍拍手。TK 是另外一个男性实况主，他下来都会开实况啊。这个啊。这个普莱姆，就是下面这个帮退取打广告的这个。哎，萱姐，安安，17个月了耶！不，哎，17个月，哦，之前有断过，快要有萝卜了。聊天室已经有一大堆人变萝卜了，就下面这个，哎呦。我用一句话讲不完。A992308496 97，16个月，谢谢。就这个 Prime， 它是现在是退取特别推广期间，所以就像它上面写，现在6月9号到19号间免费领取，你只要有订阅这个皇冠的话。就是独家限定，可以拿到《绝地求生》的特殊造型，然后还有 Overwatch 的，是的，还有 Overwatch。就如果你没有玩那个《绝地求生》的话，像我一样，我可能就只玩 Overwatch， 然后就可以得到合作宝箱，嗯。然后如果你买这个普莱姆得到的宝箱呢，保证开得出传说。对，我要想介绍词。你又没在开哦，我劝你别呛哦。Overwatch 是什么造型哦？应该是随机吧，可是就反正一定是传说造型啊。他就是一定会给，就是会送你宝箱，然后就是可以开得出传说。不是订阅 Prime 免，别订阅 Prime 免费。他现在相信你们今天登入 Twitch 有看到那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今天登我看到就在右上角有一个亮亮的皇冠，嗯，你点进去就可以申请这个特殊的订阅。哎呦，羊你好快哦，羊订阅嘞，免费多久啊？应该是到19号吧。绝地求生的特殊造型索取应该是到19号，然后吉天12个月，谢谢，对，就是那个白色皇冠，就这个啊，弄好，哎呦，这个。然后现在期间有优惠的样子吧，这个 Prime 有打折，现在目前是7日免费试用，那就是订阅这个有什么特殊的部分呢？就是你的 ID 有更多不一样的颜色可以选，嗯，
然后在那个Amazon 的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些线上影音可以看到的影片，还有 Live， 然后全站去广告，就是如果你们有订阅的话，就不会有广告了，就不会有广告了。Amazon。AD 子阳，哎，我来改一下我该改的东西。想吐想吐的，没有啊，我没有喝酒，这我刚刚吃很饱，我没有玩十三号星期五欸，我们还没有玩欸，还是我现在应该要揪，我现在应该要上线揪人陪我玩，可是我还没下载，我也还没买，等一下，哎呦。这是专属连接，他居然有专属连接，他有给我专属连接，我刚才发现。PT0530，谢谢订阅，感谢订阅。我专属连接。这么晚了还吃那么多回棒，没有了，就七八点吃的，没正常的吃晚餐时间。加一下好了，要怎么打嘞 ？P R I N E。来画新贴图和弄豆内，新贴图和豆内，新贴图。哎，舒老师哎，安安呐、啊，23个月，安安。绿幕是不是不能穿绿色衣服？对啊，会变得我的下半身会不见。如果我把我的脸涂成绿色，我的脸会不见。用专属连结订阅有什么不同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同欸，应该就只是。一个绩效而已吧，例如推广绩效之类的。我不知道 Twitch 找了多少的实况组来推这个东西啦，反正就是耶。可能因为我的台算订阅算多吧，所以他们才会找我，不然一般我好像第一次跟 Twitch 合作做类似推广某个东西的东西。哦、嗯，小熊好像在推广哦，耶、嗯！ Yeah! 我最近接到了一些工作，觉得都觉得我以前接不到的，现在都可以接到。像那个 PlayStation 的也是啊 ，PlayStation 的应该
且我上一次哎，昨天啊、哦，今天礼拜三，昨天直播完的时候，那个还蛮多什么经理啊，还是老板的，在那个外面的棚在那边看。出去的时候，那个他们还蛮高兴的，就是他们觉得很满意，觉得效果很好，然后反正就是拍拍手就对了，嗯，他们还蛮开心的啦。PS4 的厂商，就对啊 ，PlayStation 的、啊，日本的，在日本那个老板，哦，可他中文好好哦。哦，对啊，现在好像在重播，我刚刚有看到 FB 跟那个 FB 跟 YouTube 好像都有在重播吧。跟大鱼像吗？还好欸，我自己觉得还好，现在还好吧。我觉得现在跟大鱼的差别蛮大的，就感觉跟长相，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们两个人长相像啊，就除了发型像以外。1123 Orange 321，欸 Orange 一年欸，真的也不知不觉就一年了，好快哦。尼尔原声带，这是在 YouTube 上 ，YouTube 就找到 ，YouTube 还蛮多的。嗯，玩乐 DNA 是不是每次主持人不一样？一样啊，没有，他最后说的那个是在那个一三的直播，是豆腐跟希尔会去做线上直播，但是主持是一样的。最近好几个台都很恐怖，都在吵架，我是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跳 JD 哦，我的绿幕后面很乱，非常乱。我如果要跳 JD， 我需要先花大把大把的时间把房间收拾一下。太乱了，而且我现在跳一跳可能会想吐。还有点饱，消化还没消化完。欸，梵蒂斯欸，安安让网络跑不出画面，跑不出画面，怎么哭哭哦？欸，对啊，讲到网络，我如果等一下突然实况到一半断线呢、啊，就代表我家被断电，因为就是今天拍影片拍的时间超乎我的时间想象，我来不及去缴电费，所以就是等一下如果被断电的话呢，可能就是我家没电。哦，月初好烦哦，月初有好多东西要缴，然后我都会忘记缴。然后那个房东一直寄讯息给我说，叶小姐，麻烦你去缴电费。超好笑的，预缴了，刚好，真的很白痴哎、欸！没有，因为就网路费跟电费是不一样的地方哦。然后就我今天拍那个影片拍到四点半吧。拍到四点半，然后就很紧张，我就赶快搭计程车，然后赶快冲回去要准备要缴电费。结果我刚到门口的时候，他铁门就卷下来，然后查一下，五点关，来不及缴电费，爆炸！电费不会那么快断，因为他一直传讯息给我房东，我房东就一直传讯息给我，说叶小姐缴电费，叶小姐缴电费，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会不会断？我超怕！我今天回家的时候，我超怕，我打开门，然后全都是暗的。还好我进来就耶，有灯呢，我还没有被断绝生活，我还可以活，耶，我还活得下来，还可以再撑一天，太棒了！希望我明天不要忘记缴电费。
出门不关灯，我会关灯啊，没有，我是会开小灯，就是它有个非常小的门口的灯，我会开的那一个。不是哦，就会忘记啊，而且有时候白天，我在白天都要干嘛干嘛的，我就会忘记。哎，我希望哪天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谁。那应该是等到我得那个阿兹海默症的时候。阿兹海默症，卡米莎嘛，十个月耶，超商角没有，他已经过期了，他这个应该不能去超商角。电费哪一间公司我不知道，台湾电力公司吧，不是台湾电力公司吗？我去台湾电力公司缴，没有，因为我家离那个台湾电力公司还蛮近的，所以我都直接去那边缴，比较快。对啊，就是服务处啊。账单上说明一定期限都可以缴啊，就是期限过了吧。就是期间过了，期间过了。电费单给你啊，就没有没关系啊，我明天早上就去那个旁边搅一搅就好了，把它搞，把它搅一搅。麦克法司机，六师傅 ，host， 六师傅不在，我可以来，算了，我原本想说我来打铁拳好了，可是我大腰不在身边，而且铁拳感觉有点障碍，还是玩快打。斜月三个月，安安啊，谢订阅，还有 Johnson 七个月，谢谢。没电开冷气会不会死掉？不会死掉。没有网路会死掉。没有网路会死，我不能接受没有网路的日子。没网路会死掉。等一下，如果被断电的话，我就只能靠我的手机过活了。应该不会那么快断吧？那个房东搞得我好紧张。没电没办法用电器，我没有什么电器需要用的啊，就除了电脑以外吧。而现在有手机就还好啦，至少还有手机。千叶安安，叶大胆来玩13号星期五，真的吗？那我来，好啦，我来下载一下好了，我来下载13号星期五。13号星期五。这个吧，这个800多块，还行。没事聊聊天，6个月，谢订阅。我现在在充电啊，手机。干嘛吓我？觉得孤单的话，账单迟缴，会有一堆人找我聊天。自用哈。希望，可是我怕会不会下载安装的时候会累格啊？
我先下载看看，你们看会不会lag，我怕网络开实况又再下载东西会lag，应该还好，下载中。哦，跟月熙找到房子了吗？还没，我今天一直在看都没有看到，因为我跟他的东西都很多，尤其是我的东西真的超多的，所以就很麻烦啊，有点麻烦。要搬家了，对啊，六师傅什么时候要搬上来啊？对于天神昨日挥军攻打月西台，攻打月西台是怎样？月西应该不会输他吧？今天家家户说下星期三有新的桌游可以玩。下星期三，我好像有什么事情，我下礼拜好像很忙，可是我忘记要干嘛。下礼拜三要干嘛？Nia 20个月，谢谢。还有 Kuma 7个月，谢谢。没有忘，就是因为东西太多了，我行事历有点乱，就是东西很多。我看一下我行事历，下礼拜三，礼拜二是有，礼拜二是有事啊。礼拜二，下礼拜二有点。下礼拜二有点不得了哎！我仔细想一下，我下礼拜二有点不得了哎。是不是有点在累格啊？我有点在。诶，这下载好了吗？那么快吗？还在下载。3.6G， 剩下6分钟，还蛮快的，应该还好。你有打算买铁拳来玩吗？还好欸，我想先把快打练好，我觉得就是铁拳太难了，我觉得对我来讲太难。我也没有听错，不是哦，因为 ED 出了呗，ED 出啦，不知道，先玩玩看 ED 吧，而且老桑也改强啦。主要是我真的觉得铁拳比较复杂一点啦，我觉得铁拳可能比较难，嗯。13号星期五买吗？我刚刚买。小六，你要不要一起玩？哈，小六，你要不要一起玩13号星期五？我没有玩过，我现在在安装中，还有5分钟。应该说下载中，还有5分钟。KENC421，安安啊，21个月安安。对，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看，等我一下。我没有放弃老桑啊，
我只是想要看一下 ED 能不能比较简单上手，虽然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啦，我还是喜欢玩老商，只是都玩玩看。要玩我买好啊，小六一起来玩吧，我们等你等你下载好，还蛮快的，3.6G 而已。我刚好开箱，我今天去邮局拿包裹，这是一个桌游的厂商寄给我的，开箱给大家看。转命师吗？哦，对，转命师的，呜，哎，赖皮上次被认成新干爹，我只是没讲话而已啊。对啊，为什么啊？13个月，谢谢。因为有时候他订阅跳会是跳一个月而已啦，所以我会以为是新干爹。谢谢谢谢，13个月的新干爹。我可以加入13号星期五吗？转命师，哎、欸，安安啊，真的假的？大哥，你要去玩是不是？哎、欸，首先我们一开始打开来，先看到这些应该是教学的字卡，就是说明书啦。哎、欸，可是他的说明书有点多张。Black Angel 6个月，谢谢订阅。哦，他是因为一人一张啦，所以他有1、2、3、4、5、6、7张，总共有7张说明书，好像差不多7张。也就是说，既然有7张说明书的话，应该就是这游戏可以7个人玩。然后再来是哦，哎。卡牌缩成这么小。再來就是卡牌，这个桌游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可以拿来算命。哦，好多哦，厚厚一叠，像扑克牌一样。哎，15个月，谢谢 LGF740220。天才泳衣吗？我没有标到啊，我没有标到。哎，千叶，这是你想要的那个卡牌对不对？这是塔，高塔，看得到吗？这是高塔。我大概塔罗牌里面，就是大家最常听到应该是这一张牌。就是大家都说塔倒过来很危险之类的，就是高塔，还有恋人哦 ，lovely， 一对恋人牌哦，在这里，哦是 lover， 怎么念？靠腰，亚当跟夏娃倒过来的恋人。这是之前看到的桌游，对啊，之前有去跟天菜他们有去玩过。高塔正反都是厄运哦，所以就是高塔不管正的还是反的都很危险。刚刚视讯小卡一下，会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下载那个13号星期五，它快下载好，剩下30秒，下载好就不会卡了。这才不是亚当夏娃。还有恶魔，恶魔牌。叶子有选台湾伺服器吗？没有啦，是因为我在下载游戏啦。快好了，再5秒，4、3、2、1，加啦！立刻顺，绝对不会再累狗，绝对不会再累狗。
汉尼布朗14个月，谢谢。六师傅还有3分钟，好啊，没关系啊，慢慢来，我们这会一起慢慢来。然后他，因为他的牌还蛮特别的，就是他有除了塔罗牌以外，他还有星座牌，他还有融合12星座。我的水瓶在哪儿？水瓶，其实他有些卡还蛮画的，还蛮 sexy 的 ，sexy 到我不确定会不会被ban台，应该还好啦，还可以。水瓶座，我的水瓶。加啦！是不是？然后这个天，哎，这是天蝎吧？还是母羊啊？这应该是母羊吧？超好看！它的牌其实拿来，就连拿来收藏也还蛮适合的啦。木之连结吗？木之连结在这里。贴给你们看，因为你们知道，就是台湾的桌游其实很不好，很不容易做。他们要能够真的上市，然后回本卖钱，其实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像游戏，好的游戏需要大家来募资，桌游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嗯。哎，谢谢 Markin 13个月，感谢订阅，谢谢。最近好多都用这个平台募资，对啊，可能因为比较方便的关系吧，就比较方便一点。嗯，然后他可以，如果男生想要把妹的话呢？还蛮推荐的，因为他这个游戏可以算命，然后你也知道女生还蛮喜欢算命的。然后如果你们不会算命的话，他很特别哦，他的说明卡上面有大概教你如何去算牌。与其说算牌，应该说他会给你一个方向，他给你一个方向就是说，哎，你如果看到哪一张卡出来，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去跟想要当朋友的女生解说这一张牌的意思。这招能用就不会一堆肥宅。没有，哎，不是，你们要交朋友，交朋友就是不要，今天不要说真的对人家有什么非分之想，不是，我们就单纯跟异性交朋友。那交朋友要怎么样呢？你需要有一个开端嘛，你没有任何一个开端不行啊，你也不能保证说你喜欢应该说你想要交朋友的女生呢是个也会跟你一样看看动漫然后打游戏的肥仔嘛，不行嘛。所以呢搞不好人家女生呢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单纯一点的，那要怎么跟她有个开端呢？当然就是要靠不一样的手法来跟她有个开端。魔术是一个嘛，有没有？煮菜是一个嘛，啊，聊小动物也是一个啊，再来算命就是更棒的一个。女生都爱算命，为什么女生爱算命呢？因为有时候女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无知、彷徨无助的时候呢，算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脱，是一个非常棒的管道。所以你就可以靠透过算命呢，去跟这个女生有个开端，让你如何去跟她有个朋友的往来，是不是？开就是当个朋友是需要一个开端、一个契机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点，是不是？啊，我真是太会讲话，哎。啊，有机会帮你们算命啦，简单的。没有，我们上次有在就是天菜妮妮六六，哎，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就是有互相在算，互相帮大家算命。优柔听到了没？我立刻买一副，然后去给优柔。中二果实能力者8个月，谢谢订阅。我算到了叶子，明天一定会记得缴电费，是不是？一定缴电费，这个不缴还得了啊！再贴一次那个募资连结，里面也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介绍，
还有图卡，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包含了塔罗牌，然后还有星座牌，嗯，还有一些神话的卡牌，还蛮好看的，那牌真的很好看。哎，重点是，这些牌全都是知名画家。哎，我真的，哎，老板，不是我要说啊，哎，你真的很太用心了啦。你砸了一大堆钱，然后哇靠，请一大堆超级知名的画家去画他们的牌耶，真的我没有看过那么认真在做那个桌游的老板耶，真的是哦，很会想耶。哎，他找了墨西哥的画家啦，那马来西亚的也有，澳洲的也有，哦，印尼的也有，全都是一些很知名的画家，然后去帮他重新画这些塔罗牌，所以他的牌哦，其实是真的还蛮很适合收藏啦，就很漂亮，每一张都很漂亮。倒人，这是吊人，是不是？倒吊人代表的意思就是舍得、等待，还有牺牲，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就说我会吧。他其实除了算命以外呢，他还有其他桌游的玩法，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因为太多。他这个牌可以玩大概五种的桌游，他有五种的方法。你看啊，还有命运牌，您的命运在哪儿？还有机会牌，您的机会在哪儿？是不是？然后这些全都是说明卡，就是教你如何拿他们的牌去玩各种不一样的游戏。一二三四。女生都爱算命，命运机会大富翁吗？没有，是没有到大富翁啦。可是他有一些玩法跟麻将蛮像的，然后有一些玩法跟德州扑克蛮像的，嗯，可是有点不太一样，算是可以用道具的德州扑克，太难形容了，我觉得这太难形容了。哎，转密室。谢谢大哥订阅两个月，谢谢。这游戏名字叫啥？就叫转命石，就叫转命石。再贴一次连结给各位看看，他们目前正在募资中。然后你们可以点开那个连结啊，然后看到最下面有我们上次在试玩的那个照片，然后还有他们的游戏规则。目前已经释出三款游戏规则可以看了，然后还有里面包含的配件，就你买掉你买一盒的话呢，会有22张的大的秘仪牌，然后56张的小的秘仪牌，星座牌12张，星体牌10张，超多，占卜骰子2个，说明卡牌22张。所以大家就会有几百张的牌就对了啦，买一套牌就是几百张的牌，厉害不？好啦，欸，是说他有太阳神阿波罗，欸，欸，我帮阿波找一下好了，你的阿波罗在哪里？阿波罗，太阳神阿波罗，是他吗？不是，不是你，阿波。阿波，我找到，欸，是这个吗？是你吗？ No, ni, no. 阿波罗，这好像是宙斯吧？哇，他牌实在是太多了，我要慢慢找，欸，突然翻不到，啊，算了啦，你自己买了再看就好了，自己买了再看，实在是太多卡了，
我的阿波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我让倒场上倒掉人才去守备状态。七个月安安啊，对，左上是球球的是星球牌。哎呦，黑色球球零点的是阿波罗，阿波，所以被洗到后面去了。零点点。找到了，是裸上半身的阿波罗。有没有看到底下的英文字 Apollo？ 又无法对焦，这就是太阳神阿波罗。嗯，很多牌啦，很多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点进那个链接看一下。嗯，帅吧？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开实况帮大家算命。哼，是没有错，开实况帮大家算。机会、命运由叶子来掌握，立马退地，好危险。熊肉，十四个月，安安啊。可是买了也找不到人玩啊，就说了嘛，路上你就摆张桌子在前面，然后放颗水晶球在前面，再放了一叠牌在前面，就会有人自动上门的，而且 95% 都是妹子。如果妹子拉着一个男的去找你算的话啊，那就不好说了。石头君16个月安安啊。我应该要怎么找六师傅呢？上次玩桌游几乎每个游戏都是叶子赢，不好说，因为我比较常在玩各种游戏。最喜欢的歌之一 SAM456852， 谢谢14个月。这游戏没有内建中文啊，不用内建中文啊。我们就直接用直觉去玩这游戏吧。可是我们要怎么接语音啊？六师傅，嘿咻！巴巴巴拉巴巴。里面有麦可以对话，可是它不是。哦，好。Fire Pay Golf， 谢谢订阅。雷火力怕新干爹吗？谢谢订阅，还有凯盛五个月，谢谢。感谢叶子叫，有空大家可以到遮遮页面逛，帮忙按赞一下，感谢的哦。是的，好久不见，大家可以去转面师的粉专，或者是他们的刚刚那个页面按赞。你们说天神看到桌布的反应吗？他说很恶心啊，
他说他觉得很恶心。我知道他在装，他在装。爸爸爸爸的哪里的鸡呀？苏乌里哟，伊拉阿夏伊，马伊多阿里，秋节祖大伊好西，伊拉阿夏伊。这游戏是不是用视窗截取也截不到啊？哎，不对，是不是跟之前 Day by Daylight 的情况一样？我是不是需要这个把它点起来，这个把它点起来，这样吗？不是。军曹哎，23个月，报告要2年了，谢谢军曹。还有无心随缘5个月，谢谢。哎，他这游戏截取不到哎，我一定要荧幕截取吗？这样吗？